读女神是吧？我们对其中的我这个感觉印象会特别强烈。那女神里面很多都是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是吧？可以说呢，女神塑造了一个非常突出的我，是吧？带引号的我，也就是自我抒情主人公的形象，我们称之为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这个我是诗人郭沫若，可以理解。但又不要完全理解为就是郭沫若，他是能够代表五四时期千千万个年轻人的那个我，是一个带有那个时代鲜明的共性的那种我，是吧？所以我们读女神这个诗歌的时候啊，可以比较多的注意这个我，也就是自我抒情主人公这种形象啊，建立起来的一种形象。我们可以说这个女神里面这个我的形象呢，是由很多诗篇构成的，整个作这个诗集里面很多的作品共同构成的。它一个特点就叫开辟洪荒的大我，开天辟地啊，一个大我，是五四时期啊人们心目中觉醒的新生的那个中华民族的形象，这个我也代表了这个。那么在古代中国的诗歌里面呢，很少能够读到这种崭新的这样一种精神的状态啊，这是五四所特有的。作为时代精神的这个大我，或作为诗人个体的这个我，是吧，在这里呢是统一的。所以女神呢能够引起广泛的共鸣啊。再具体分析一点，这个我啊，这个有什么特征啊？在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啊，一个呢，我看呢，他是具有彻底破坏、大胆创新的新人，彻底破坏、大胆创新，新是吧？这个突出的特点在女神里面呢非常突出，好像他里边那个诗句啊，叫做“女神之再生”，诗人呢通过黑暗中的女性之声啊，就曾经这样唱道啊。新造的葡萄酒浆不能胜在那旧老的皮囊，是吧？破老的天体我们尽快的破坏，不再用补它了，待我们新造的太阳出来，要照彻天外的世界，天内的世界，是吧？以心智相连的呢，这个心智相连就是这种破坏、反抗、再生，在诗歌里面表现的很多啊。那么诗歌里面那个我啊，一再的高喊，怎么高喊呢？一切的偶像都在我的面前破破破，甚至要赞美一切从事破的所谓的毁徒啊，在政治、社会、宗教、艺术、教育各方面呢都破旧立新啊，甚至设想这个我啊，诗歌里面设想这个我是力大无穷的一个新人。能够这个立在地球边上，因为地球是个圆的，它怎么立在地球边上，很有想象力啊，放号大声的呼号，呼唤出要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所以读这样的诗啊，我们就感到一个词啊，就叫暴躁凛冽，是吧？恰好是在代表了五四那个特点。那么而且从这个我的抒情形象里面可以感受到五四那种渴望民族新生，那种彻底的不妥协的那种反抗精神，这是一个对我的理解啊。另外呢，这个女神中那个大量的抒情主人公那个我啊，给人的强烈的冲击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自我崇拜，这个我都是特别自我崇拜的，处处都可以听到这样的呼声，我崇拜我，我赞美我自己，是吧？我效法造化的精神，
我自由创造，自由地表现我自己。我创造了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了日夜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人好像这个我啊，好像是这个变成一个神明了，无所不能的一个造物主，是的哈。不论在任何地方，我都想驰骋，富有想象力。还有呢，等下我们特别要讲到的《天狗》里面的诗句：“我飞奔，我强叫，我狂叫，我燃烧，我有烈火一样的燃烧，我如大海一样的狂叫，我如电气一样的飞跑，我便是我呀，是吧？”就不应该简单的理解这些我呢，就是过人膨胀啊，是想入非非。其实这是一种崭新的一个意识，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啊，第一次有那么强烈的、鲜明的肯定自我价值，啊，肯定人的尊严，肯定人的创造力。那么，对于习惯于将个人的价值泯灭在封建伦理原则下的一个中华民族来说，中国传统文明里面的个人是没有多少位置的啊。对于这种传统来说呢，那么郭沫若的一个《女神》里面这种精神，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觉醒啊。所以《女神》呢，表达的人的精神那个状态，那种自由解放的状态，是吧？那种奔放的，那种天马行空的，真实的那种心灵世界，甚至是有点放肆的那种状态，是吧？是前所未有的。那么这对于习惯于压抑自己情感、心灵不自由的传统的中国人来说，这也是破天荒的，是吧？所以女神的魅力，女神的那种不可重复性，在于它呢所达到的一种民族的，同时也是个体的精神，以及作家的那种充分的写作自由，是吧？那种状态。这个我们接下来还要讲女神呢，她那个自我抒情主人公的形象非常感人。还有一点，是吧？不光是心，不光是那种，他还在于他的自真实袒露。上次课我们讲的郁达夫也是袒露啊，也是很真实的。女神表现的我也是真实的，不加掩饰的，赤裸裸的袒露自己，这是武士特有的一种精神现象。所以女神所展示的不只是反抗、追求，不只是新鲜、光明。它里边呢也有不和谐，也有骚动，也有矛盾的另外一方面。所以诗人呢，这个我呢，既充分的肯定和张扬自己，同时又不断的怀疑，不断的否定自己。他在热烈的预告新世界到来的同时呢，又感到未来的一种恍惚，未来的一种神秘，是吧？既有个性伸张带来的那种无限的创造欲望，又感受到不可言喻的那种寂寞与无限的孤独之苦。所以在高歌时代进取精神的同时呢，又有一些某些飘渺，有些幻灭，是吧？这种心灵的复杂性、丰富性呢，也是武士时代那种心理、那种情绪的一种很真实的反应。所以女神中啊，那个我的形象，自我抒情主人公的形象是有多面性的，大家不要光是理解为就是一个反抗叛逆的一面，它是多面的。所谓的暴躁凌厉是很复杂的，不要做单一的理解，是吧？只有这样呢，我们对女神所树立的抒情的形象那个才有理解啊，比较深入的理解它的真实，不做作，感到这个新鲜感人。大家这个读女神呢，可能会有一个感觉，有个印象，就是大气，是吧？诗气沸腾，想象奇特。这个女神的主导风格啊，它主要的呢就是一种很雄奇壮阔，是吧？代表那个武士那种狂飙特进的那种风格。当然呢，跟郭沫若这个诗人他的气度、他的胸襟、他的想象力是有关系的。刚才我说了，诗中的
我很突出，这是一个大我。这个大我啊，经常都化为什么呢？天地万物，天马行空，无所羁绊，是吧？天人合一。所以在郭沫若这个《拟神》里边呢，人我跟自然是合一的，自然呢又经常是人化的，所以崇拜自我，同时呢就是崇拜大自然，崇拜万物，就是化身为万物，就获得了创造更新的那种力和动的精神。所以拟神呢，我们说它是浪漫主义跟这个想象力，丰富的想象力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么想象力又从哪里来呢？来源于化身万物，就把自己自我呢，这个跟世上的万物呢都融汇在一块了。化身万物的那种思绪，那种冥想啊，那种奇想，就造成了这个拟神的这种浪漫主义的想象力非常丰富的特点。这是拟神那个突出的一种艺术特征，是吧？那么我们要问了，是什么给了拟神无比的想象力？拟神的想象力是相当高超的，是吧？是什么鼓动或支撑着郭沫若创造这种壮阔的雄奇的艺术世界呢？从哲学或艺术的层面来说，就是泛神论。泛就是泛滥的泛，神明的神，泛神论。这郭沫若是从16、17世纪啊，西方的泛神论哲学，包括布鲁诺、斯宾诺莎为代表的，加上印度的古代哲学，是吧？还有当然中国的道家，从多方面呢吸取了这个思想的资源，是吧？在郭沫若这里呢，这个泛神论呢，就是不是一般的宗教的或者哲学的那种那个思想了，就转变为是一种他的创作的精神了。那么在郭沫若的理解泛神论是什么呢？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叫泛神就是无神，什么都是神了，泛滥了，是吧？到处都是，就是无神了。一切的自然都是神的表现，我就是神，一切的自然都是我的表现，是吧？就是我跟大自然活在一块。从这样的哲学思想出发，那么诗人就把整个大自然呢都作为自己的书写的对象，所以呢在他的作品里面，宇宙万物、日夜星辰、山岳海洋、风云雷电、草木飞禽等等啊，通通都进入了他的创作的素材，构成了一个囊括宇宙万物的这个极其那个壮阔的这样一个形象体系，是吧？而基于这个中心位置的呢，是吧？包括一切的海、地球，一切那个汹涌的海洋、太阳，哎，光芒万丈的太阳，这个等等，是吧？都是他诗歌里面经常描写的啊。这个在诗这些形象啊，在诗人就寄托了他的世界性的眼光，时代所赋予的那种宽广的胸怀，以及对理想的那种执念的追求，是吧？所以泛神论呢，让这个郭沫若的拟神诗系辉腾，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想象。大自然，我们这样理解吧，就是说泛神论本来是个哲学、宗教的观念，是吧？人跟自然的合一，是吧？这个万物都是神。那么到了郭沫若这里呢，就充分的人化了，大自然被人化了，地球就变成是一个有生命的母体了。所以他写的那个雷霆是你呼吸的声威，雷雨是你血液的沸腾，整个地球好像是一个人，是吧？有血有肉，夕阳和大海居然是一对恋人。你看到那个夕阳西下，这个大海是吧？它这个美丽的那个景色，他设想这是一对恋人在举行婚礼，新娘最后撞红了他丰满的脸庞，被他心爱的情郎拥抱着去了。你看这个夕阳西下，太阳被这个海水这个淹没了，他比一生的新娘被拥抱啊。人和自然呢，是作为友人、作为爱人、作为母亲，溶解在
这个大自然里面就实现了这个人和自然的合一，是吧？所以他这个诗歌里面写，地球是我的母亲，一切的草木是吧，这个都是地球的儿孙，都是我的同胞啊。在高超自由雄浑清辽的太空之下，我的一只只神经纤维和十里松年的无数的古松啊，一起站立，好像整个大自然呢都化为自己的感觉，自己的身体啊。所以这个作为人的自我啊，被赋予了创造力和驱使自然万物的神力啊。所以郭沫若啊，从幻神论这里出发，把宇宙把世界看成是一个不断更新的富有生命的不断更新不断创造的一个过程，是吧？获得了一个动的精神和力的精神啊，所以它这个一种非动的一种色彩，是吧？譬如说他诗歌里面写到，无限的大自然到处都是生命的光波，他看到大自然呢，看到了生命那种动啊，动力，山在燃烧，云在波中舞蹈，他看到那个色彩呀，银色的那个海浪啊，他觉得是舞蹈，就他赋予他破坏或创造的力啊，无限的太平洋滴起了全身的力量，要把地球推倒。你想想啊，你在大海里面看到那个浪啊，一浪比一浪高，他想象他是刺激把自己滴起来，好像要把地球推倒，也富有着生命啊。力啊力啊，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旅律啊，就节奏，是吧？所以我们就看了这个女神，她一种壮阔奇异非动，是吧？整个女神是动态的啊，形成了一个女神的雄奇的一种风格，跟那个这个泛神论是有关系的。郭沫若啊，作诗有非常明确的美学目标，他强调形式方面呢是要绝对的自由，是吧？极端的自主，可以非常痛快淋漓的来表达他的情思，所以他追求诗的节奏啊，不像传统的诗人写诗那样，要靠外在的形式格律来形成节奏，是吧？一般我们古代诗歌，说律诗还有词等等，都有外在的节奏要求，是吧？这押韵呐、啊，是吧？这个长短句啊，它要靠一定的外在的形式来形成那种节奏。那么郭沫若这里呢，没有，他主要不靠外在的形式，靠什么？靠他情绪的律动，他情绪的波动来造成诗歌的节奏啊。所以女神这个形式是非常自由的，在中国古代诗歌里面没有，是吧？当然他少数也有押韵，也有格律，相对这个有一点格律诗，诗行啊，诗节啊，大致的押韵的也有，但多数都是非常自由的，是靠情绪的自然的消长啊，加上一点大致的押韵，还有他用的比较多的像排比啊、夫他、对偶这些手段，这个诗呢在自由的变动中起的某种程度的整齐或和谐，是吧？但整个来说是非常自由的。譬如说天狗，等一下要专门讲的，前诗四个节段吧，少的只有两行一节，多的是13行一节，它好像没有什么规律似的。每一节的字数呢也不一样，有的3个字啊，我飞奔就是一行啊，有的多的10个字，就非常自由。女神呢创造了自由诗的形式，这是郭沫若啊可以说是自由体诗主创者之一。现在我们看到诗歌绝大部分都自由体诗了，郭沫若是个源头。胡适提倡白话诗，打破了旧体诗的格律，这个形式的束缚啊，促进了诗体的解放。在郭沫若出现以后呢，在实践上为现代的自由体诗拓宽了路子，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也是那个郭沫若作为一个大诗人他重要的贡献啊，自由体诗。那么按照这个西方美学家席勒的看法，诗歌的艺术审美有2类啊，一类呢，一个呢是叫古典诗，
一般都属于素朴的诗，朴素的一个道文来讲素朴的诗。第二个是现代诗，属于感伤的诗，他说的古典诗现代诗不是时间顺序的啊。感伤的诗这个也可以翻译为激情的诗。素朴的诗啊，在席勒看来是模仿的，模仿现实的。感伤的诗呢，是表现理想的。素朴的诗呢，是把主体的诗人融汇在消融到作品之中。感伤的诗呢，就要把主体的诗人从作品中强调出来。就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呢，是由于人和自然关系的不同，是吧？现实和理想的关系的不同。素朴的诗人是自然，保持着人性中的自然，人和自然呢是和谐一致的，因而现实和理想也是和谐一致的。感伤的诗人呢是寻求自然，因为他们失去了自然，人和自然分离了，现实和理想对立了。如果席勒的看法能够成立，那么我们进一步认为，由于素朴的诗人没有理想，所以古典诗人的浪漫主义主要呢是创作书法上的浪漫主义，是吧？而郭沫若这样的现代诗人呢，由于执着于自己的理想，所以他的浪漫主义啊，主要我们理解不是书法的，而在于精神的，是吧？所以我们引用席勒那段审美的论述，是为了理解郭沫若他这个更注重这个精神的一种体现。郭沫若的浪漫主义实质上是一种理想主义，由于郭沫若的理想是吧比现实要先进，所以郭沫若的抒情主义呢也就既有了与现实的相抗衡的那种理想主义的色彩。这段比较理论一点，但是大致我们理解呢，就是说郭沫若的诗它是靠激情靠理想，是吧？主要不是靠书法外在的东西。